这里走过，这边要这边没有了。哎呦哎呦！嗯，这里好了。所以我要在这边干一扇门。对，真的到底瞄。门是不是要用铁的、啊？用啊，没有铁啊，比较帅。到底是怎样没有铁？我有十二个啦，就是我现在在地下室，很地下的地下室。我要表示疑惑，就是到底是怎样可以玩到没有铁的、啊？就是因为我们就一直弄那个。你是忘记存接起来是不是？我们没有，就是我们都热心付出，我们都没有私藏，所以都没有，啊、你懂不懂？不是吧？没有人也是拿只是把矿场当自己家而已啊！对啊，我先去风破家拿。哎、欸，谢谢风破大大的，谢谢风破大大的热情赞助，喵的，谢谢你。那个都拿完了，好不好？喵的，原来你家有私藏，他家有私藏，他是有十八个，太可恶啦！不要私藏好不好？嗯，大家的。对啊，分出来啊，分一分啊，平分了。哎哎哎！开始开挖了啦！我要做两个铁门，然后放在家里，然后控制杆一拨就可以开出去。哇，那么豪华！怎么样？这样会不会太……关了，关了，关一关了，关一关。我应该是要用按钮，不应该用控制杆，不然这样村民也会跑出去。哦，村民会开控制杆哦，什么人性化？村民不会开控制杆，通知村民不会开，可是。放着它会没，就是控制杆一拨，它就会一直开着门哦。你看，你看，村民要走下去了，把他杀掉，不准你出去。哦，好好好，他回去了，他回去了。啊，我自己的好麻烦，做一点铁矿出来。哎，感觉这样不太对。哪个不太对？野生的外国人进。是野生的外国人。这里对啊，的确是野生的外国人。好，哎、欸，所以我要做两个木质按钮，好浅哦，一个，两个，木质按钮，用木质按钮放在墙上。我们现在穷到要用木质按钮、啊，没有，不是穷到要用木质按钮，是木质按钮、啊、比较那个哦，比较明显，对，比较明显哦，懂，这里竟然不行哎、欸。我们怎样才可以那个沉水流快一点呢、啊？你就做木梯呗，木梯的话，按对面的是不是？不然就挖到家里嘛，对不对？地下坐标啊，开始开挖工程。所以要放在这里，这里才可以开。Subscribe， because I don't have the。哦，太国际化啦，不行，我们不可以出现这种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？你在讲什么？奈良，不要讲英文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可以了，我把这些东西收起来。哟，上 F 八，好了，这样子好了。第八层有钻石，大概。不行，这样下不去，可恶。哦，下不去。别弄在这儿藏。这样下不去。好，所以要放在这里。好，好。好了，这样应该可以了。可以了，这样可以下去。八层才有钻石哦，钻石是从第几层开始有啊？十五吧。都已经多久了你才问？对啊，你这样很像新手哎、欸。我从来没有在记的、啊。你这样很，这样不符合我们的，不符合你知道？你怎样？这样感觉很 low 哦。我很 low 啊。对啊。怎么样？我先做一根钻石镐，把风破家的钻石拿来做钻石镐。哎哎哎，那个好爽哦。分一分。谢谢谢谢风破热情赞助。再度感谢，再度感谢，欸、你真的很爱赞助我们节目哎、欸。对啊，谢谢风破的赞助。我现在身上有一根全新的钻石镐，哇，全新的、欸！等一下要去付一下丝绸之柱。哎、欸，对，我的丝绸之柱镐子我放在地狱的箱子啊。叮叮，放在地狱的箱子哦，地狱的箱子。对，没关系啊，就放着啊，供奉在那里啊，保佑着我们。Okay.还是有那个有幸运可以付，封破的是幸运的是幸运多少？什么什么幸运什么？我的、啊、只有幸运二，只有幸运一而已啊。幸运一是铁镐还是钻石镐？钻石镐。我幸运二的话是钻石铲。
幸运二是钻石蚕，你怎么会想要付幸运二的钻石蚕？为什么？我让我发抖，是要拍不透你，然后喷一堆泥土出来了。我真的猜不透你耶，又不是我爱用的。我再去换换啊！哎、欸，不要跑、哦。这个你们不准说哈、啊。换两颗，要不然我会扁的。我现在四个了。哎、欸，水人生哎。四个绿宝石，五个绿宝石就可以换啦、啊。我还差一个绿宝石。急退截肢个性，找到了新洞穴，真正。三个钻石可以换一个绿宝石啊！那所以风破我的一颗绿宝石，这样子 OK 吗？你们直接那个，我放一个绿宝石在你的箱子里啊、哦，不要难过。放一个放进去了，嗯、哦，一颗绿宝石、哦，不要难过哈、哦。嗯，好像有比较好啊。我跟他换了这么久，终于有一点成果出来了。哦，恭喜哦！都没有换到啊，都被没换光光。屁啊、风破声音偏小，因为风破已经无眼了。好了好了，你还想我说什么？我太弱，我太弱，对不起啊。等一下，如果我用中间箱，你们会不会开不起来、啊？会会吧？不是啊，不是开不起啊，就是大家都可以用啦，只不过每个人的是每个人的东西而已。对啊，这是个人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所以说我放进去的东西你们拿不到。对啊，对，可以私藏。难怪，这就叫真的失常了，真的失常了。我们也不知道啊，我们就可以从后面后端把你的道具删掉了。啊，秋风有那个伺服器管理权，我哪有这么闲呢、啊？嗯，真的，哎、欸，不失常。通常我钻石都是在那个啦，十二左右挖啦，会感觉十二十一，不是从风破家拿。风破家拿是更快啦，哦，也是一种方式啦。如果能从风破家拿，我就从风破家拿，绝对没有问题，好不好？是已经拿了，已经拿了，已经拿了，还蛮爽的，没什么问题啦，没什么问题啊，对啊，问题倒是很多，我问题很多。风破也笑呵呵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找到新的那个，那叫什么、啊？矿坑，不叫矿坑。天然矿坑吗？是这样讲。废矿哦，你要去挖废矿哦。废矿啦，对啦，我找到废矿了、欸。搞不好你找到那个废矿跟大家的废矿是同一个废矿、欸。不是吧？我是在，哎、欸，有可能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总之他还蛮新的，没有人开采过。怎么样？现在悟星在做什么？哎、欸，我找到一个箱子哎、欸，它里面有放马鞍。马鞍有用吗？马鞍有啊，为什么没有用？那 我拿走喽，还不错啊，应该是新的。竟然没有煤炭哦，这里家里有，烧一下铁。为什么我觉得外面有？哦，没有，外面有。你们在哪里？我在废矿。风破在哪里？在挖东西。在你家楼下吗？对啊，挖东西。那个恶心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我在挖矿。你也在挖矿，大家都跑去挖矿了。对啊，就只有你一个人在那个。东西被弄光了、啊，当然是要挖矿，不然 你们真的很爱挖矿哎、欸。不然呢、欸？不像你想抢人家东西啊。你们很受不了你们呢、欸，哦，这么爱挖，这么爱挖就等你们挖好了。秋风说：“你们挖一挖，我材料到时候跟你们拿就行了。”你们这么爱挖，我不真的不想阻止你们这么爱挖的心情呢、欸。你懂吗？惯性想挖，我不懂哎、欸。想挖，可恶！怎么办？可恶，想挖，可恶，好想挖，挖了又挖，挖了又挖。嗯，实在很不想阻止你们那种生性想挖矿的感觉。我去拿丝绸之柱来挖那个好了。我知道中介箱是怎么做啊，只是就我资助你，我资助你，我赞助你中介箱好了。会怕，会怕。中介箱我觉得可以大家一起用哎、欸，因为每一个人用的都不一样。对啊，你就放在广可能广场正中央啊之类的。对啊，还要为中介箱盖一个凉亭有没有？哇，供奉起来，然后旁边再放丝绸之树的稿子，哎、欸，还蛮棒的，自己增加神力。哇，增加神力！我把丝绸之树拿回来。你这样子算是挖到宝。哎呦！哦耶！
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哦，好像很刺激哦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兴奋了一下。不行，这吓到我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雾星了。突然从远方突然一瞬间跑到你面前跑过来的苦力怕爆炸。哎，我现在要跟雾星一起挖。哇！直接跑到面挖到十二层就好了。好啊！我第一次看到那种苦力怕是直接冲到面前，然后瞬间爆炸的。他可能比较猴急吧。对啊，他就是要杀死你。他的速度是你看到一般走路的三倍，他大概是瞬间跑过来的。那是雷格吧？伺服器雷格是那个，不要太兴奋，就只是伺服器雷格而已。那个是你，你误会了，没有这么神奇。伺服器雷格是你的杀手，吓死人！哦，这样应该就够深了。这样够深了吗？已经到了，就是这是第九层啊，可以开始挖钻石。哦，所以我们要从这边延伸开来，是不是？对，鱼骨挖法，鱼骨挖个一层三就好了。所以你们在开挖什么？我们在开挖钻石啊，这还用说吗？钻石，除了钻石，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放在眼里的。是哦，随便讲讲的啦，你们听听就好了。难怪你会连铁矿都缺。铁矿都缺是因为我上一集就在帮纸片改造家里面。哦，纸片你欠我的，你应该去帮我挖。是。我送你两颗钻石就好了。可是盖别人家不需要用到那个铁矿啊。那个啊，要拆啊！我花掉很多那个斧头啊。他拆掉那个栏杆哦。不是我想讲啊。趁现在纸片没有回应的时候，赶快骂他一下。他不会断线了吧？对，他现在没有回应。趁现在纸片没有办法还击，多念几句。多念几句。现在都只能用石头搞挖啦，没有铁、啊。哎呦，我还是好端端用铁搞挖。我用钻石搞。喵的！刚刚风破赞助的。哦。谢谢风破热情赞助。乌雷，我被抢劫了哇！你真的很谢谢你，谢谢大大的热情，谢谢大大的热情。我觉得我以后把东西全部塞我身上。干嘛这样？有的就大家用。你想要这一支钻石镐，我也可以给你用啊。没有问题。交出来。你要用吗？交出来。哦，纸片会直接当场死给你。你想用，我就给你用啊。你要用吗？好啊，给我。你闪边啊！你吃大便。好啊，都这样子啊。纸片吃了。好啊，你来找我啊！找到我就把它给你用啊。感觉我就会迷路啊，算啦、啊。对啊，你找到我就得你嘛，不要说我对你不好，就是对我不好。赶快过来啊，过来我就得你啊。好像有一点远，谁知道你在哪？中介箱就之后吧。不，真的不做一个中介箱哦。很难做吗？不是难做、啊，只是现在不需要做而已、啊。对啊，不需要做。所以，哦。你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是需要自己家里要小心保全啊？我干嘛小心保全？你要我就把这个钻石镐给你啊！快点来找我啊！可是你就找不到啊！我就看到，我就跟我现在一起挖矿。对啊，哪里找不到？只是都没看挖到钻石而已、啊。挖到很多红石倒是。是红石。纸片，你今天为什么一直断线呢、啊？我不是做什么坏事，之前也会断线啊 ，Skype 有问题啊。你是不是缆线有发生问题？对啊，你是不是海底缆线断了？断掉了。海底有哎、欸，我刚刚 YouTube 开台，它有断，就会丢视影格、哦。你也会是哦，你也有丢视影格。今天 YouTube 会丢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海缆有点问题。有一些。哎、欸，我的Twitch很顺啊。对啊，好顿。只是 YouTube 会丢，就代表不太正常。对啊 ，YouTube 通常都不会丢啊。谁在 DBOS 啊？一直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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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丢。我看一下我要拿什么，忘记我要拿什么了。不重要，不重要，算了。再收一些甘蔗。就目前来看的话，其实甘蔗是最容易那个获得绿宝石的。对。哎，甘蔗很快，超快的、啊。其实金矿应该也可以啦。你可以去打地狱猪人啊。你说什么？打蜘蛛夫人？
打地狱夫人。地狱夫人是什么？